今次呢個 trip 咧，我又再買咗呢個 pass 啊，呢個係 JR Tokyo Y pass 啊，咁而家係第三次用啦，因為咧我覺得呢個 pass 真係好好用。咁咧嚟到東京咧，除咗可以落去市中心嗰度買嘢食嘅之外咧，仲可以去買東京嘅近郊地區啦。咁今次咧我又將會去兩個唔同嘅近郊地方啦，都係未去過噶。咁而家咧就喺呢個東北新幹線裏邊啦，搭一個鐘頭咧就會去到我第一個目的地啦。我哋啱啱咧就到咗呢個 JR 嘅那須站啦，咁出咗站之後咧就去西口嘅出口啦，就嚟到呢個巴士站，就上咗呢一架造型勁得意嘅巴士，係一個動物嘅造型嚟嘅。因為咧我哋而家咧即將去緊呢個那須動物王國啊，咁呢個巴士咧係需要預先喺網上邊預約，咁就唔使錢噶，但係一日咧就係得一班車咯，所以要計得好準啊啲時間。不過咧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今日嘅天氣咧係好差，而家係落緊雨嘅，而且係勁大霧咯，個能見度係超級低，點算啊？我想睇草泥馬噶，佢係室外噶。不過咧，我要正能量多一啲，我信心咧，佢到目的地嗰陣時咧係會停雨噶，一定會停雨噶。奇蹟咧並冇發生喺我身上㗎，搭咗一個鐘頭車咧，落咗車嚟到呢個動物王國咧，依然係落緊雨，唉，咁冇辦法啦。咁山上水嚟到咧都要入去嘅，咁咧啱啱就要去售票處嗰度買飛啦，就要2000 yen一個人㗎，都唔平㗎呢度。咁但係咧就可以見到我心愛嘅草泥馬啦，呢個位就可以見到啦。唔知我今日可唔可以順利見到咧？緊張啊！平日再加上天氣唔好嘅動物王國咧。明顯咧就比較冷清啦。喺那須動物王國同其他動物園咧有一個唔同嘅地方，就係呢度係主打同動物有近距離接觸嘅動物園，唔使咧全部都隔住欄杆咁樣觀賞，就好似呢個小型貓狗互動區咁。覺得咧佢哋真係好可愛啊！大家都可以好温柔咁樣摸下佢哋。但由於我嗰時咧仲未衝破到咧怕摸動物嘅心理關口，所以咧我都係只有近近咁樣望住佢哋啫。咁今日嘅重點咧當然唔係貓仔狗仔啦，所以咧我哋都唔喺度留太耐啦。呢個動物王國其中一個最得意嘅動物就係呢個水豚啊，勁得意啊！水豚之心呢度可以近距離接觸十幾隻唔同嘅水豚。用下啦，用下啦，都唔喐喎。我想讲，我未嚟呢个动物园之前，我认为世界上最得意嘅动物咧就系草泥马啦。但过咗呢日之后，水豚君已经完完全全咁样偷咗我个心啦，又可爱，又成日天然呆，又非常之乖，又识游水，又懒得理你。总之我的心已经被它融化了。哟哟摸过来，好搞笑。这里有两款食物可以喂水豚，其中就有这个粒粒的饲料，还有这里一棵叶，我现在就买一棵叶先，给100 yen。去喂下佢哋先。见你，你蠢蠢欲动，呢条到啊！得意，得意啊！好啦，冇啦。佢哋好乖啊，即系咧，但系佢追住我，想要多个啊！好啦，好啦。想喂翻嗰个啊，喂翻头先好肚饿嗰只水豚君先。咦，去咗边啊？系咪嗰只啊？系啊，唔系喎，去咗边啊？哎，唔喂佢啦咁。我
就是喂，是不是那隻呢？ Hello， 你吃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呢，其实水豚君最喜欢吃的应该是生菜啊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身处那须高原望出去的景色是会非常之漂亮的。跟着我们去看兔仔啦，这里的兔仔身形都比较庞大，不知道是不是吃得太多呢。之后我们又去另一个室内空间，里面的设置就好像一个热带森林咁，有很多不同的热带雀鸟和动物，它们全部都是一个有距离但是没有农庄住的地方悠闲地生活。我都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这些动物，非常之大开眼界啊。第一次看到以猫为主题的表演，我对猫的印象通常都是很得意，但就比较有性格，比较高斗，还有没有那么多动动的，所以看到受过训练的猫真的觉得很神奇，非常之厉害。最后还会围绕大家的大髀一周，很得意啊。动物王国实在太大的关系，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搭穿梭巴士去动物王国的另一边。那草泥马都是在那边的。来这个动物王国我有两个目的，第一就是去见水豚君，第二就是去见草泥马。但是原来这里的草泥马只是得两只，而且还没得好像水豚那样近入去个围栏那近距离那样接触咯，所以有点失望。而且刚刚落完雨草泥马是很污糟咯，全身湿晒，还有整个身都铺满那些草咯，是完全不想碰它的。但是我们实在太肚饿了，所以现在决定去吃东西，然后再回来为你们吃东西。这里的食物选择就不算很多，那里必叫就一定是这个草泥马造型的咖喱饭。够钟吃 lunch 啦，在草泥马旁边就有这个食堂啦，那里面就有个很特别的咖喱饭，就是草泥马咖喱饭啦，已经食咗佢条尾啦。咁咧，佢就咧用咗鹌鹑蛋做佢两只角，同埋
一隻鵪鶉蛋仲有條尾咯，都 OK 嘅，都似似地嘅。咁我頭先食咗啲咖喱咧，佢啲質素都 OK， 唔錯嘅。試下嚿肉先，正常唔會難食，合格。點解咧？我咁驚佢難食咧，因為頭先咧我仲咬多咗個薯條，呢個薯條咧真係超級難食咯。它完全是翻炸過咯，即係唔係一開始最新鮮的狀態。入邊嗰啲薯仔肉咧係超級難食咯，因為我估唔到咧，喺香港以外的日本竟然都食到咁難食的薯條啊！K 先生叫咗雞髀咖喱飯咧，都是正常，冇乜特別啦，點都好味過薯條咁啦。在这里呢还可以自助喂绵羊的。差点漏了，在这里还有很有趣的小熊猫未看，快进来吧。猫区咧虽然都系有隔起嚟，但系咧距离咧都非常之近，只有半块嘅矮玻璃，所以喺度咧感觉同小熊猫好亲近啊！冇瞓觉住。平日嚟嘅好处咧就系可以独占晒三只小熊猫啦，因为我知道假期时分咧呢度一定系最受欢迎嘅区域之一，非常之多人。看完小熊猫就走人了，搭翻接驳车去那须盐源车站。哇，咁快我已经上翻呢个东北新干线咧，返翻东京啦。咁我觉得呢个那须动物王国咧都几正，成个动物园咧令我最挂住咧就系嗰啲水豚，好得意咯！佢哋系呆下呆下咁啦，但系一喂食物嗰阵时就会扑过嚟咯，但系一啲都唔会令到你好惊嘅。真的很得意啊！真係好想留耐啲，同佢哋玩耐啲，就係咁。咁我覺得用呢個 pass 嚟呢個動物王國都幾值得，因為可以搭到新幹線啦，好快就到啦。然後喺東京市內就係見唔到呢啲動物啊嘛，又得意喎。總括嚟講都好推介大家嚟。咁咧而家我哋咧就翻翻東京啦，而家就係5点搭一個鐘頭，6点翻東京。就可能都行下街，就食下嘢就完噶啦。咁聽日咧，我哋就會用呢個關東 pass 去第二個地方啦。